挪威纳犬是一种源自德国的大型犬种，以其坚强可靠的个性而闻名。起源和历史，挪威纳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，它们被用作牧群犬，保护牲畜和牛群。后来，它们被带到德国的罗特维尔镇，在那里它们主要作为牵引犬，用于运输货物。到19世纪末，随着马车和铁路的发展，它们的角色减少了。然而，在20世纪初，它们作为警犬和军用犬而受到欢迎。外观，挪威纳犬有着肌肉发达和强壮的体格。成年公犬通常重达95至135磅，约43至61公斤，母犬重约80至100磅，约36至45公斤。它们的肩高约为24至27英寸，约61至69厘米，公犬和22至25英寸，约56至63厘米，母犬。它们有着大而迷人的头部，深棕色的眼睛，短而密集的背毛是黑色的，带有明显的棕色斑纹。个性，挪威纳犬忠诚可靠，对家人表现出极大的感情。它们通常与儿童和其他宠物相处良好，但需要适当的社交化和训练。在某些情况下，它们可能对陌生人表现出警惕，但它们本质上并不攻击性，会出于防御而表现出这种行为。运动和训练，挪威纳犬活力充沛，需要每天锻炼和适度的体育活动。长时间散步、跑步、游戏和训练对于保持它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。由于它们聪明好学，采用积极强化的训练方法非常有效。健康和注意事项，挪威纳犬在遗传上易患某些健康问题，如髋关节发育不良 HD, 肘关节发育不良、心脏疾病、肾脏问题和眼疾。为了降低这些问题的风险，选择健康血统的幼犬非常重要，应该从信誉良好的养犬者或犬舍购买。总的来说，挪威纳犬是出色的家庭犬，但由于它们的体型较大且力量较强，适当的训练和社交化非常重要。在引进新的犬种时，了解它们的特性和需求，并对其负责任的照顾是必要的。